没听过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说这个版本啊，一边飞一边下棋，一边起来唱歌。你不是要讲话吗？不是啊，我讲到一半，结果就以后要开始。再让你讲一次啊！一边飞，一边下棋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就是，因为刚那个拍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要讲什么？觉得很糗，这样子一开始刚刚对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大步也不对，大步太快，然后正常速度又好像卡卡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一直在想，你是武棍，那个就是真的是飞在天上，这脸型没有重力状况下，对，就好像一直这样，就是没有重力下的舞蹈。哦哦哦，心机效应的概念。Oh!
谢谢。